拉呗。嗨，大家，我是小婷。我们清理一下养殖场附近啊，因为这边，之前我妈在那个养殖场里面发现了蛇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打一下农药，把这边的杂草清理一下。对不住。要加水了。好了，打完了。哎呦！好了，朋友们。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